Google 的 OCR 辨识哈 ，Google 文件有个功能，譬如这是一张图哦，各位看一下，按右键你可以下载到你的电脑去，会在哪里？理论上没有什么意外，就会在下载区。那这张图是33.jpg， 那回到云端硬碟的时候呢，来，我们再把它传上去一次哈，新增的档案上传，所以就会复习看会比较轻松一点点。好，那传上去的时候呢，哎，之后你传两次呢，我把它盖掉没关系，就版本二。如果单独另外存档呢，就变成两个哦。如果是一样的话，应该就直接这样就好了。这个，那你看一下哦，那就关闭了，我把它打开来会怎样？看啊，我希望把这文字取出来，变成把里面的文字取出来，怎么办？麻烦你按右键，不要按两下，按右键使用 Google 文件打开它。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吧，它现在很忙，它里面把图里面的文字截取出来，变成纯文字。所以 Google 文件它有个功能，可以把 PDF 也可以，那这字呢就是可以拿来用了。你看见了吗？所以这个又可以给谁用？给 Word 啊。按右键就可以贴过来。Google 文件有文字辨识的功能，也可以针对 PDF 也可以。你听懂哈？在 Google 文件操作是要提醒你哦，不可以对它按两下，按两下是什么？开起来看。你一定要按右键告诉他，请你使用Google 文件帮我开。